他的文案。我没看，我都感动了，走了心了，走了心了，文案很好，来吧，真的，我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个片子，我当时只想演一个瞌睡虫到处去吓长沙的路人们，但没想到陈周旋化腐朽为神奇，他就自己默默在那儿剪了很多，你快阐述一下，很感谢你的参与，真的，我很感，我只是男一号而已，嗯，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在那个文案里其实都挺清楚的了，很多人觉得熬夜好像就是浪费时间，然后夜生活也只是一个放纵，但我觉得夜生活可能更多的是聚集自己前一天的能量，让自己第二天的时候可以更发光，这个片子就想表达的是这个，嗯，聚集能量，聚集能量，嗯，好了，那接下来就要进行投票环节了，我们一会儿会依次请十位大咖一位一位上场，然后站在你们两位的中间，他们觉得哪个片子比较好呢，他就会抓着你们的手，然后举起你们的手，是不是很熟悉的画面？太熟悉。这个我也可以自己发力是吧？回回给他举起，结果有时候举成这样了。OK， 那我们先从这位评委投票之前是可以介绍一下来自对对对对对，了解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令人心动的 offer 的西西。哦。然后呢，因为我是比较喜欢那种可爱的风格，然后是喜欢那种自成一派的，然后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 vlog 就是又可爱然后又很厉害，然后让我非常膜拜，好，我直接投票，来，好，三二，可以十指紧扣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好了，我要投票了，三二一，对不起醒哥，没关系，谢谢老师，陈卓璇一票，好的，谢谢谢谢谢谢您，有请第二位评审大咖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花儿与少年，然后还有跨年演唱会的宣传项目经理周宇，非你的中国。我是那个沸腾校园节目的编剧，然后我叫大葱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密室大逃脱的后期剪辑。我希望我们平台能够有机会和醒哥合作，牵起合作的手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我更喜欢卓璇这边的文案，我觉得非常的用心。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团队。谢谢谢谢。我就是更加喜欢让我看不懂的意识流一点的，不是，你等一下，我那个怎么看不懂了？意识流那不是很直观吗？那不是，就下次如果不投我的话呢，也不用举到一半或者十指紧扣，这都是没有必要的动作，做一些节目效果，那个悬疑的东西啊，这个我是来自生生不息的视觉设计师。哦，视觉设计。看了这个短片之后，就是特别喜欢那个瞌睡虫。瞌睡虫，就是我吗？就是我本人。就是那个自己找镜头的那个瞌睡虫。最佳男主。嗯，然后还有就是。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，别小的时候可以不投给我，但不要侮辱我，不要说小时候的事情好吗？然后那就直接开始投，好吧？啊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按死，噔噔噔噔，好，这边，好好好好，谢谢谢谢你，好。你们知道现在比分是多少吗？我们现在赢了是吗？一二三四五票。来，我们现在是五票了，其实应该是两个人给过投票。对对对对，现在是5-2，所以是个赛点，就是有可能后面的两位都不用上了。两，后面的三位都投你们的话，就打平。就打平。打平。就如果他投完的话，后面两位有可能不用上了。对对对，也有这种可能，做悬念啊，综艺节目做悬念好不好？再喜欢我们也投那边好不好？做悬念，没事没事，再喜欢我们的片子都看哭了也投那边。对，那您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半熟恋人的摄像师。我可喜欢看半熟恋人。
你看，你看。作为一个摄像师嘛，从摄像师的角度来讲，那自然就是考虑的画面会比较多一点。行，下一个，来。肯定是你们，你们画面多。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啊，有悬念啊，有悬念。我这个意思是就很明显嘛，可以下一个，我都说下一个了。如果他投你们，就不用下一个了，直接投我们算了，这么气人。真的。迪哥和璇姐的故事其实是我很喜欢的那个文案，但是。因为是个老歌手日常的一个小粉丝，你看你还是所以我把这一票呢投给吴昕。哦，谢谢谢谢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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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谢谢。哇，现在又紧张起来了，紧张起来了。你是懂得制造悬念的，赢得没有那么轻松，是不是？没有那么轻松。如果打平也好，打平 AA 嘛，到时候。我是《青春环游记》的录音师。哦，青环的录音师啊，咱们的，我录了四季的一个节目的录音师。不是，你现在想这种话似的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所以很辛苦。哎，刚才月心说要不要拉票，我俩都选择不拉票，但是不代表你们可以套近乎啊。我们最近见到你们这些综艺咖的次数愈加频繁，就标志着我们现在活儿多了，真的。亮哥肯定觉得好快，连音综我都在那儿做呢。亮哥也是吃惊，这是个音综，怎么还有杨迪的？不躲不过杨迪，音综都在。他正好提到我，不是要说一下吗？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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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也是我成团之后的第一个综艺节目，是不是也是？你们两个真的，当然也录到了我很多秘密。来听听评委怎么说。我先投票吧。可以先投票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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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，三二一。比赛结束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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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后面的不用上了，还是让老师投一。你还是要上，还是要上？来，老师好。您你好，你好。参与过的节目是这个名字，一定要吓到我们，好不好？这个名字是我们朋友请吃饭。难怪他最后上来呢，对吧？他是有重要性的，最后上来的。我是做宣推的这方面的工作的，所以两位老师都是产出了自己的片子的内容嘛。我想大家可以给自己的片子，如果要做一些话题点，热搜话题，热搜词儿。对，如果给自己想一个热搜词儿的话，你们会想一个什么样的词？如果这个词儿足够炸裂的话，杨迪路透像有病。杨迪最佳男主角啊，一听就是买的，大家就点进去看看，他又买人了。杨迪蹭熊猫的热度，我都不知道，疯狂想词儿，很失望是吗？整个很失望的表情，还是我回去自己弄。苏醒，无声胜有声，够了。哎，说吧，怎么了，王一？新歌，就是我有，就是有怀疑过，就是艾伦他之前的那个热搜是不是买的？你们做兄弟的，连场都不捧了，你们刚才、啊、真的捧不了，这是不能硬捧。我知道了。给他们取苏醒输了，苏醒输了。天哪！苏醒输给陈卓璇，大家就很好奇什么事儿。好，那我投票吧。那我投票吧，我已经有答案了。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恭喜，谢谢，加油做啊！这话题，到时候麻烦苏醒上热搜的那个词儿词条那个上点心啊，这边没有灵感了，枯竭了。好，那跟苏醒和亮哥说一下，那接下来他们享受的这个服务呢，就你们两个买单了。好了，我们好好享受一下我们给你们的买单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都辛苦了，我们现在按摩去吧。恭喜。哎呀，点点吃的吧。
哇，谢谢。哇哇，这么多好吃的来了，终于可以享受了。随便吃，请哥买单。谢谢两位老板，客气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嗯，还有黄瓜，来，让我们共同举杯，来吧。此时此刻，感谢可口可乐给我们提供了这次朋友请吃饭的机会。此时此刻，可口可乐。戴得这么满，因为我们脚走一天了。哇，怎么回事？它这个是什么水啊？叫中药水。中药水哈。哎，好，手法好。哎哎，舒服。哎，哦啊，可以，很好啊。嗯。哎，王大爷这个可以啊！哎，这个我刚才都滋哇乱叫，我筋很硬的。嗯，我筋也不软，但是还行，只能说。哇，好舒服，一下子神清气爽，又能吃八顿了。我们这个按脚的力道就是日常按脚，不要综艺按脚，因为综艺按脚就更是要人命。世界上有一种按摩力道叫做综艺按摩，综艺节目要请一位老师上来，不是轻轻按，就是那个穴位根本没有任何保健的作用，纯粹是让你痛。真的？那些艺人嗷嗷叫，有这种穴位吗？那穴哪个死穴？就是这儿，不用按综艺按穴位。你不是问我吗？所以我告诉你在哪里。好痛，那个穴位。我现在有感觉到明显的就是异常亢奋状态。二十二号他有点困了，给他来个综艺穴位。妈呀！这个人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用尽毕生精力按进去。死了，痛不痛？他忍的，我跟你说，痛的我，他忍的，我跟你说，他在那，真能忍，太能忍了吧？他开始在那演呢。刚刚所有的毅力都是为了最后那一下，为了破梗哈。对。